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今天去 Food Basics 买点东西，看到他门口摆了一排裸根玫瑰，就在他的门口这个架子上，三层，大约有四五十颗吧，价格是13.88。他这里的品种不是特别多，这里有常见的 Queen Elizabeth， 都是一些老玫瑰品种，然后这里还有一种白玫瑰，这边还有一个 Dublin Bay，这里还有一个 ground cover 的 rose， 只看到这一颗，可能其他的已经被买走了。这里还有一种粉色的，主要都是那个 hybrid tea 茶香玫瑰。这里还有一个黄色的，这种波斯黄色玫瑰，这个可能挺耐寒的。这下面这里还有一个爬藤 blaze， 这个应该是挺有名的。最开心的是我看到了它这里有 blue girl， 但是就只有这一颗了。 blue girl 是其中一种蓝紫色的玫瑰，忧郁女孩。不过这些玫瑰都没有写它是属于耐寒几区的。我在网上查这个 blue girl， 有说是 zone 4的，有说是 zone 5的，也有说 zone 6 zone 7的，就是太多种说法，就我现在不确定它到底是可以 zone 几。种过的朋友麻烦留言告诉我。这里还有红色的 cardinal，这还有一个 George Vancouver， 这种是 shrub rose。 这里还有一个茶香玫瑰，也是红色的。这里还有一个 proud land， 感觉很多红玫瑰。这里还有一种这样红白相间的，这种是 groundy flora， 是壮化月季。它这个后面都没有写它是属于什么 zone， 只写了那个怎样种玫瑰。这边还有一个品种叫做 love， 很开心今天买到了这个 blue girl。 蓝紫色的月季选择品种不是特别多，我已经有一颗波塞冬，那个是 floribunda 风花月季。这个 blue girl 它是 hybrid tea 的品种，属于杂交茶香月季，这种的花应该比较大。然后我已经看到它上面有一些芽点，现在这个季节就可以把它种下去了。每一家 Food Basics 可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它上架几天了。我觉得 Food Basics 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最便宜的了，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适合。喜欢的朋友赶快去家附近看看吧。